谢谢你拨空观赏这段影片，我要和你分享一个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的旅游世界，并把一个我们称为创造美好体验的公司介绍给你。你看过这个你应该要在这里的旗子吗？这个蓝色旗子现在很夯哦，大家都在脸书、微博等社交网站分享他们自己跟旗子的照片。蓝色旗子到过许多有名的地标，跳过伞、潜过水，几乎无所不在。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回到2005年，有两个朋友在讨论，是什么让人们无法享受更多人生，去实现每一个梦想呢？他们的结论是钱跟方法。如果我们有钱可以去体验梦想，而且知道如何去做的话，我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呢，这两个朋友设计了一个全球最酷的旅游俱乐部，要让每一个有不同预算的人都能有更多体验。这个俱乐部叫做 Dream Trips 梦幻之旅。你看到跟蓝色旗子照相的呢，就是我们的会员咯。我们的宗旨就是创造独特、个人无法做到的度假体验，用超棒的价钱享受像两人的浪漫之旅，甚至拿下整间度假村。我们合作的对象有全球顶尖的度假村、游轮、主题乐园、饭店、当地旅行社、运动比赛、演唱会售票系统等等，为会员创造无与伦比的假期。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只提供特价旅馆哦，这些是梦幻之旅，每一个梦幻之旅都是精心策划的，你不需要自己安排，还被当成贵宾接待。大部分行程我们会到机场接你，帮你事先做好入房登记，帮你办派对，给你别人没有的好康，提供超乎想象的服务呢。Affordable prices. Wow, this is really, really something else. Perfect weather, perfect place, perfect people. Other families play together, and now families get to be playing together. Fun, another fish! It's pretty, pretty awesome.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this all would have came from looking at something on my TV, on my couch. Vacation! Oh my goodness, having so much fun. Wow, this is building behind us, it's so awesome. It doesn't even see like it really exists. Wherever she go, I'm going. And I looked around at this beautiful resort, looked at the ocean, I realized something. My reality is actually better than my dream.当有人正在巴黎铁塔下吃饭，享受更多的浪漫，或是在加勒比海上坐拖曳伞，享受更多的刺激，或在南美盖孤儿院做更多的贡献，这些人就会拿出他们你应该要在这里的旗子，照张相，贴上网，就是要跟亲朋好友说，你应该要跟我在这里的，你应该要来体验这种时刻。梦幻之旅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些独一无二的体验本来是可以卖很高的价钱的，可是呢，我们却以会员独享的价格提供给我们的会员，而且还有梦幻价格保证。如果你订了梦幻之旅，在7天之内找到相同的行程却比较便宜的话，我们不但全额退费，还免费送你去玩哦。梦幻之旅用你绝对负担得起的价钱，让你开始实现梦想，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更多的人生。不只是这样，我们还发明了让你有钱去度假，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去享受的方法。让我来解释，很多人现在都在网上订购旅游，像是 Agoda、 易游网等等。我们的旅游预购网站叫做 Rovia， 你可以在这里订到旅馆、机票、租车和游轮。我们梦幻之旅的会员还有一个更大的优惠，
这个网站有一个专有的技术叫 Rate Shrinker 缩价技术。当你订了机票或旅馆，如果价格变低了，它就自动帮你重订更低的价钱，然后把差价还给你哦。不止这样，在这个网上的消费几乎都有回扣进到你的账号，让你下一次消费可以抵用。梦幻之旅会员一个月只要$50的月费和一次性入会费$200。最棒的是，你缴的每一块钱都会转成等值的奖励点数，让你可以用来订一个或数个奖励梦幻之旅。我们有几百个梦幻之旅可以选择，大部分的行程都可以用奖励点数来支付全额或部分的费用。另一个让我们会员最骄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中心文化是贡献，是由我们 World Ventures 基金会来执行。基金会跟当地慈善机构合作，提供梦幻之旅会员不可思议的度假体验，在度假的当地帮助那边的孩子们。当地的慈善机构最了解当地孩童面临的困境，也知道 World Ventures 基金会跟梦幻之旅会员们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现况。今年基金会将会捐献超过$300,000给全球合作的慈善机构。我们将举办40义工之旅、50服务行程给会员，等于会有95慈善计划遍及全球19国家。这些义工奉献的时间将会超过25,000小时。透过 World Ventures 基金会，梦幻之旅会员可以帮忙在中南美建立环保的学校及公园，在非洲建立干净的水源，在亚洲、欧洲及美洲以安全舒适的家园教育及医疗系统来保护小孩及青年。梦幻之旅的月费有一部分就是拿来资助这些计划。每一次你跟基金会一起去做善事，你都会得到一个独特足以改变你人生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旅游俱乐部，会员以独享的价格享受独特的经验，并拥有一个存到旅游金的方法。全球数万的人已经加入了这个俱乐部，我们希望你也可以，你应该要在这里。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另一个部分，如何免费去梦幻之旅，或者赚点钱贴补家用。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的，不用担心，加入俱乐部就好，开始旅游，拥有更多体验吧。只要外加$11的月费和一次性的$100，你就能成为 World Ventures 的销售代表，来分享这个俱乐部。成为销售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在任何时间内推荐4会员，只要这4会员维持有效的会籍，你就不用再缴交任何的月费。如果你在入会的4星期内介绍6会员，就会拿到$570的奖金。如果一个月内有20新会员加入，就可以拿到轮子奖励，公司一个月支付$600，让你买一部银色的宝马汽车。你要知道，你不需要自己介绍20新会员，如果你推荐4位，这4位又推荐4位，这样就是20咯。最后，你还可以从组织里的会员所缴交的月费中赚取奖金。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俱乐部，所以你的会员是有可能衍生至全世界，帮你创造一笔可观的收入的。This is a movement go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united. We're having fun, we love each other, we're growing, and we're changing life. I was 19 years old, I was a broke college student, and I went to a training, I met some of these guys, and I saw their lifestyle, and I said, I don't care what I gotta do or how long it's gonna take, I'm gonna get that.This is the platform that I identified that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not just my life, but it's going to change millions of lives. Little did I know that a phone call and a sign, a little blue sign, would lead me to a life like this. I didn't know if it'd work, but I said I'm all in.You got to do what others won't. And when you do what others won't, you can have what others can't.
I don't just want to take one vacation to Italy together. I want to take a lifetime of vacations with you together. All right, are you tired of watching us on vacation? Look, there's room for more. Just do the thing and come with us.就是这样，全球最酷的旅游俱乐部提供一个可以赚取额外收入，帮助孩童拥有更多生活体验的方法。谢谢你的收看，希望很快就可以看到你自己跟蓝色奇迹的照片哦。